说一遍，你说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。呜、哦，花店玫瑰，一次写错写，倒带着手，我却倒对街，微笑在天上飞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要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是他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观察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。没有一次蹲得下去，他都蹲一半。
这样子吗？这实在是太稀松平常了。好，那右边的朋友，好，来，OK，
其实可以起来，我要脱衣。哦、你要脱衣服是不是？哎呦，我跟小公你请假，所以刚脱光了，可以啦哈。好，来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摄影镜头。黑了是不是？哎，要拼哪一边哦？来来来，要拼哪边？拼啊！哦，来拼啊！一字马，哎，哎呦，有有有，好。等一下，要不要斜过去一点？哎，我脑袋马上准备，准备放最低的几米和一球啊！来呀来呀来呀，真的！好好好，来。OK， 然后玉林，等一下拍照一二三，你要从后面后空翻过来前面。好搞玉林了，这个只有阿汤哥才抓得到哦。哎，阿汤哥在哪里？阿汤哥都没看稳啊。丢，哎，我们阿汤哥不见了。谁要摆这个姿势？我没办法来。来来来，姿势谁要摆？我不行。哪一个姿势？这个太下面了，你看。我马上过来。哎呦。你也得准备趴椅啊。不是啊。他可以直接把脚凹起来的人，对不对？直接抬起来的人。好，来啦，啊，莎莎。哇！哦，同学注意你的鞋子啊。没关系。哇！自由。很美，很美，来呀，很美。